你爸不回家，你就老欺负我，是不是？你冲我磕的，你别躲啊！你以为你躲我就打不着你，是不是？你快，你说你咋回事？咋回事？说实话，从实招来。我都生病，你不心疼我呀？啊，那心疼我，那你天天搁这作，那你这不作妖是啥呀？咋的了？你这忧伤呢？谁说你了，宝宝？啊？谁说你了？咋的？嗯？咋的了？是不是谁说你了？瞅我干啥呀？他是不是说你了，宝啥时候宝？说你的？他说你了，你就叫一声；他说你了，你就叫一声；没说你叫两声，说你们。啊，说你了。